中华地方法院去年新大楼落成了后，在法院内面举办不同类型的艺文展览，上新一档展出佛教文物，要予到法院请工，甚至是专工来欣赏艺术品的民众，体验传统宗教的艺术魅力。佛教文物展的开幕式是结合地道甲古镇甲，还佫有中华社区大学的学员带来敦煌产物。精彩的动态表演，静态佛教文物才是重点。唔呐，大人真认真地欣赏，就连小朋友也去学一幅上百年历史的图来吸引。中华地方法院表示，法院予人感觉是厦门，而且真严肃。举办艺文展览，就是要来舒缓这种冰冷的感觉。展览的目的，我们是希望去软化我们的空间，让大家觉得法院跟过去的衙门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们希望去营造一个温馨亲切，能够让民众进到这样一个环境之后，能够心情能够沉淀下来，能够仔细的去倾诉他的所有的诉讼的内容。希望通过这些文化的内涵，能够去启迪人心。那除了庄严的司法以外，也能看整个社会能够搭配在一起，让社会整个伦理整个那个能够更好的一个精进。那除了司法还是公平，还有艺术，还有文化，还有生活，整个融合在一起。那诚恳的邀请大家能够莅临来观赏这些很赞的这样的文物。咱伫个佛教文物展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九月，拢会伫中华地方法院展出。就算毋是来法院办公室，也拢会当专工入来法院，感受传统的宗教艺术洗礼。中华新闻张世良、王林采访报道。